学的菩萨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，你的智慧神通道力统统恢复了，啊，跟佛差不多了，你就可以学慧行菩萨了。啊，你来经营动物不怕了，啊，不爱死了。啊，那么这是说佛菩萨，那我们晓得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啊，化身来的。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啊，那么这是化身，是这是呢以这个做住持临终的身份，啊，还有做打杂的，啊，他们也干，啊，可见他们这个心平等啊，并没有在里头鉴别分别没有，啊，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呐，啊。这两个人在厨房打杂的，啊，在厨房烧火挑烧水，啊，还有个风干和尚也在厨房打杂冲米，啊，伺候大众。风干是阿弥陀佛，啊，弥陀文殊普贤厨房里打杂了，来供养大众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饮食物，你想想古时候这个道场真正有修道人呐，啊，佛菩萨来伺候啊，来照顾啊，啊，因此佛门里面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以最恭敬的心看待，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呢，啊，你不能说在这个里面扫地的、端茶碗、招待客人的，你瞧不起他，也许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。你肉眼凡夫，你看不出来呀，啊。这是教我们对一切人要用平等心、真诚心来看待。啊，所以修真诚清净平等从哪里修呢？这佛门是最好的修学场所，我们知道上上下下有诸佛菩萨罗汉混杂在里面，哎，你也不认识，也不晓得他什么身份，啊，所以只好，啊，通通恭敬，啊，一律平等恭敬，那就没有错误了，啊，你真的修福了，啊，如果你有分别心，你在里面就修不得，这个不但是功德修不到啊，福德也修不到啊，所以说明初业菩萨啊，应当观察啊，这个要是爱好喜欢做这些拉拉杂杂的一些事物啊，这里面有20种过失。这一句这个要引动物四个字包含的范围啊非常之广，若观察是能令菩萨不引动物勤修佛道啊，这是正答弥勒菩萨所问啊，弥勒菩萨问的目的在此地啊，那么如果他能够观察，他能够明了啊，这个作物的过失啊，他自自然然就舍弃了，他就专心的去办道去了。你的云何名为20种故呢？啊，那么这些经文我们都要细细去思维，细心的去体会，你才能明了佛的用意之所在。更应当啊，
自己要冷静地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些毛病，有没有这些习气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一者但著世间下列之业，业是事业，世间的事业，世间的事业太多了，太广了，不但在家的菩萨单着世间的事业，出家的菩萨呢，往往也被烦恼习气所覆盖了，也贪婪世间的事业啊。心要明了什么叫世间，世间就是六道，你做经营造作这种事业不能出离六道轮回，那这个事业都是世间的事业啊。你修善积德修福，来生当了大梵天王，那我们这个世界上什么帝王总统比不上啊，差远了。你当大梵天王，你还是世间事业啊，你才晓得这个世间事业的范围有多大啊。下列事业呢，那就不好了。下列是什么？是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。你所经营造作的是什么事呢？是恶鬼道的事业，畜生道的事业，地狱道的事业，这叫下列之业啊。哪些是这些事业呢？这个经上讲的很多很多啊，大家要细心去体会啊。这里面有一个总纲领啊，总纲领呢，凡是帮助你增长贪嗔痴慢嫉妒的，就是下列之业啊。凡是能够帮助你减少贪嗔痴慢的这个事业，那就是佛事啊。诸位要记住，佛事一定是帮助人断烦恼，帮助人开智慧，帮助人得清凉自在啊。如果与这个相反的，那就不是佛的事业了啊，不是佛事了，真的是下列之业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冷静地去反省。二者为助读诵修行比丘之所清净啊。这个清净，人家既然是真正修道啊，真正用功，他不会找你的过失啊，他也不会说你的过失啊。那怎么清净呢？对你敬而远之啊，这就是清净了啊。佛在戒经里面教给弟子的莫宾啊，莫宾的意思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敬而远之，我对你很尊敬，我跟你保持远距离啊。这个清净是这个意思啊。三者也为勤修禅定比丘之所刻字啊，后字也是敬而远之，也是莫宾啊，绝不是他看到你把你教训一顿骂一顿，没这道理的啊，不会的啊。
勤修禅定的比丘，这个修行的功夫比前面的深啊，前面是初学，真正的如一教修行的人，这个第三这一条的是已经有相当的功夫了啊，也就是得了禅定了，前面那个没得禅定啊。啊，要是以我们念佛人来讲呢，这个第二条啊，读诵修行的有功夫成片的，这个第三条啊，勤修禅定的是得了一心不乱的啊，这功夫深的啊，那么他们对你都是敬而远之。四者心常发起无始生死流转之业啊，这个是决定不免的啊，他心里面常常念着的都是他所经营的那些事业，这些事业都是六道轮回的事业，所以说他心呢常发起就生起啊，无时生死是习气呀 啊内有习气啊，外有这个环境啊，这个环境不是好环境，这是恶境啊，不是好环境啊，张道的境界啊，所以啊，依旧不断造作生死流转六道轮回的事业啊，干这些。无者须是居士即婆罗门尽心现世啊，这说明出家难呐 啊出家舍弃世间一切隐身的事业啊，世间人他都要有工作啊，经营工作，为了要养活一家了啊，养活自己养活一家，要做谋利的事业，叫隐身的事业啊，出家了这个事业没有了，舍掉了啊，接受在家信徒的供养啊，你不要去谋生了啊，你接受他们供养啊，他们恭敬供养你的目的何在呢？因为出家人是福田呢，到这来种福的 啊那么我们要问一问到，我们是不是福田？如果不是福田，这些人到这来种，种了将来又长不出这个果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问题就严重了。所以佛门常讲啊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啊，这些施主怎样他才能得福？必须你自己修行正果了，他就得福了。如果你修行不能正果，来生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对不起，将来要还债啊！现在这些供养你的人全是债主啊，将来生生世世有的还了 啊你受的供养越多，那你还的时间越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这个祖师大德不是吓唬我们的，句句都是说的实话啊！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啊，要谨慎啊！施主的供养，古时候讲的是四时的饮食、过去生病的时候一样
这是把物质生活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了。啊，我们可以接受，逆心办道啊！啊，决定不能有多余，有多余就是罪过啊！啊，有多余的容易增长贪心啊！啊，道业不能成就，那我们今天讲的是，这是我们修的是逆心道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真去得了啊！去不了，还是要皮毛带脚汗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，啊，我们有这个警觉心。啊，同修们对我的供养，我这个意识足了。多余的我们这个地方印经啊，做录音带啊，录音带做 CD 啊，赠送给全世界的这些道场学佛的同学们啊，这给他们结缘呢，啊，我要不了道的，那这些人将来都代我还了，啊，那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。所以你们个个人都得到分供养，都给你们分去了，将来要还账的时候，你们统统都要带我还。啊，自己固然要用功，但是要想着万一不能往生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后路啊，先要想好啊。必须做真正利益众生的事业，真正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真实的利益。啊，所以这一条意思很深，啊，这须师居士皆婆罗门尽心的信施，就是供养啊。六者于诸财物心怀取诸，啊，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啊？对于财物还动不动心，还有没有贪心？要断掉啊！这个东西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，决定有害啊！真的是有不害而无一利也，啊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啊，诸佛菩萨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，啊，有这个念头就是攀缘心，啊，怎么会不长道呢？道是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，这不妨碍吧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往生的条件是心清净啊，啊，不是说你念佛念多少就能往生的，没这个事情啊。啊，古大德常说，你念佛一天念十万声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那为什么呢？不能往生吧，啊，念佛是一个手段，是个方法，目的在哪里呢？清净心，那这妄念一起来，一句阿弥陀佛把妄念打掉，啊，是用这种方法，啊，使我们的心得到清净，心净则途净，啊，所以你有一丝毫取足的念头，有一丝毫这个兼贪的念头，你的心都不清净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啊！问题都出在此地。七者
常要逛淫世间事物，啊，都喜欢搞事物的事情，天天动脑筋，还要把事业扩大。啊，世间人有这个念头，已经是大错特错了。出家人再有这个念头，那就更错了了。啊，譬如进道场。古人建道场啊，是按照实际的需要啊，有多少人需要用多少场地，这样建法，不是预先建一个大道场再去找人，没有这个事情的啊。你看古大哥，你看从前崇明寺院这个兴起，你看看这个山志，看看历史，最初都是建一个小茅棚。那这个开山祖师在这里建茅棚修道，啊，他有道恨，啊，有很多仰慕他的人，啊，来跟他一起修，那人慢慢就多了，多了在旁边再盖一间，再多了再盖一间，所以一个丛林往往是几十年、一两百年才形成的，啊，他是为了需要才建的，啊，那个是对的，啊，不是盖了很大，到处去找人。找到不合适，天天打架，天天吵嘴，啊，那就错了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佛门里面呢，这一些动物跟从前都不一样，啊，你仔细冷静观察，从前如法，啊，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不如法的了，啊，这是我们要反省的，啊，特别是。现代高科技发达了，不要再建大的道场了，大道场的时代呀，会随着岁月淘汰掉了，不起作用了。今天的道场是什么？是国际网络啊，这个是现代化的道场啊！啊，我们需要做大的，我们这个房间已经太大太大了。啊，我们在这讲经，此地在这里录音，啊，录完了之后就送到国际网络，全世界只要有电脑，电脑一按钮，这画面就出现了。啊，十年之后，我相信手提的电脑像一本书这么大，每一个人身上都带一个。无论在哪个地方啊，你只要按到这个讯号啊，这个地方讲经活动就在你面前了。啊，哪里要跑到这来听经，急得一身臭汗啊！啊，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，打开电脑，逍遥自在在那里享受啊！啊，所以是这个佛法了。要走在科技的前端的，啊，不需要再费这么多力气了，花这么多冤枉钱，这个钱是埋在地下了，变成死的不能动了，啊，能利益急需众生的。现代学佛人必须要明了的，大德念起家业常怀忧叹，喜欢经营事业的这个政府，就是现在所讲的事业，常常忧虑，啊，他的事业如何来拓展？啊，实在讲的说，他的钱几辈子就已经用不完了，他还不够，还要去赚，这个念头就错了，就是增长贪嗔痴慢呐。接着，其性狠厉。发言粗犷，
高的人，啊，就是富贵之人，啊，因为他有财富，他有地位，啊，于是乎在现代社会，他就觉得值得骄傲啊。待人接物常常轻慢人，啊，有几个跟他身份地位相当的，啊，不相当的没看在眼里啊，啊，他的言行态度啊，就此地讲的，啊，狠厉粗犷啊，啊，他自己也许还不觉得。甚至心常怀念勤修家业，啊，他心里面所念的是他家的事业，啊，他没有念在道上啊，啊，他没有想到众生啊，他只想到自己家业，只想到他自己的小团体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增长物质啊，增长法执，这个佛法是破二执的，啊，这两种执着它是与日俱增。事业者爱着诸位增长贪欲，啊，这个位并不是指饮食，以广义的来说，现在所讲的物质的享受、精神的享受，啊，一切享受啊，都在这个“诸位”两个字里面，啊，这增长贪欲，啊，增长贪心，增长啊享受的欲望，啊，舍者无力养处，不生欢喜。对他没有利益的地方，啊，他在那个地方得不到名闻利养的地方，他没有兴趣，啊，他不会生欢喜心的，啊，他所在的地方一定是得到名闻利养，啊，十三德多生恼害，障碍之业，这个障碍是障道，啊，障碍你修道啊，它多生烦恼啊，当然障碍修道。十四者常乐清净，住婆罗门界，啊，这个优婆塞及优婆夷，啊，那么这是讲出家的菩萨。习惯经营众物，他就喜欢洁净在家信徒，啊，在洁净，常常洁净在家信徒，给他们的关系拉好，这名利才能得得到啊！啊，现在所谓的用尽心机去拉信徒啊。这是愚痴菩萨了，啊，这个现象在现代的佛门里面很普遍，啊，古老的社会里面没有，啊，我们没见到，啊，老一代的法师曾经跟我们讲过，啊，但是到台湾之后啊，他们也变了，啊，我过去受戒的时候，我的戒和尚是道元老法师，啊，他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出家，啊，在江北一些寺院里面的，因为寺庙里面那个时候寺庙都有财产，啊，都有地有山，啊，租给农夫，啊，去耕种，他们寺院里面收租，啊，
所以他这个粮食稻粮啊，他有来源的，啊，他有固定的，所以这个寺院里的很清净，不求信徒啊。信徒到寺庙里烧香，这个寺院里面出家人的时候，真是眼观鼻，鼻观心呢，好像没有看见一样，不招待的，不打招呼的。谁接待这些信徒呢？知客司，知客照客，他们有责任去照顾。不是这个职务的人呢，跟信徒一句话都不说的。啊，你说那个道场多么清净，多么庄严！啊，不像现在呀，这一个外面客人来了，上层住持、和尚、下层后人，通通都忙得一团转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唯恐得罪信徒啊！啊，这是用现在道场里头没有收入、没有恒产啊，这经济环境跟从前不一样的。从前这个寺庙里自己有稻粮、有收入啊，所以他可以不理会信徒的啊。现在信徒变成衣食父母，要靠他们了，那还得了？还敢得罪啊？可是常常跟他们往来呢，道也没有了啊！真的是佛在此地讲的，单着世间下劣之业，这个事情麻烦了啊！所以其中得失利害，我们总要多想一想。应当啊，怎么去做？受物者但念一时而度昼夜，啊，成天的为到一时去奔波，为了一时去烦恼，啊，可见的把修道这个事情呢，当作幌子了，啊，当作一样模样的，不是认真的去做了。十六者素闻世间所作是业，口里面所说的常常谈论的都是世间事啊。十七者常要发起非法语言，与正法相违背的言论啊，你跟他们接触谈话之中啊，十句话里头几乎有九句都是世间实话。十八者，是因重物而起较慢啊，事实仗着他很会经营呐，啊，他的事业比别人做得成功啊。于是起傲慢的心啊，傲慢的太多了，瞧不起人了。十九者，但求人过，不自观察啊，四求人过啊，专门看别人的故事啊，不知道自己的故事。二十者，与说法者心怀亲切啊，对于真正说法修行人，他瞧不起啊，他认为说呢，没有他的成就大了啊，他经营这个事业经营得乏了啊。佛为我们说出这二十种，实在讲这二十种，我们一看就晓得二十大类，每一类里头不晓得有多少故事啊。你呢，是为菩萨要引众物二十种果啊。二十世尊重说记忆，这些经文都是很重要的开始，对我们现代学佛人，无论在家出家了，真的是救命的特效药啊！啊，
所以说每一在长行之后啊，都有寄送啊，寄送除了重送长行之外，还有补充的意思在里头啊。我们不能把经读熟，这个寄送最好都能够背诵啊，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啊，知道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不如法啊，如法像经上佛教训我们哪些应该做的，哪些不应该做的啊，佛教给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叫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就不去做，这就如法啊。佛教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偏偏去做，叫我们应该做的而懈怠懒散不去做，那这就是不如法啊。请看下面经文，按住下列业啊，这是你心安住在这个事法，不但是这个世间这些事业，而是世间下列之业啊。这个下列就是增长贪嗔痴慢嫉妒这些事业啊，你就心里安住在这些，于理殊胜行啊。殊胜行可以指一般大乘佛法都是殊胜行，但是本经最后啊是皆归净土啊，因为它本经明显皆归净土，那这个殊胜行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求净土啊，也是一心求生净土啊，这是殊胜行啊，把这个事情啊疏忽掉了啊，远离了，这真可惜啊！退失大利业，这个大利业是往生不退成佛啊，这是真实的大利业了。世出世间一切利业都不能跟他相比啊，所以是这个单着重物啊。古时有这样的严重啊，若读诵比丘即修禅定者一切皆获则，是名重无过啊。前面这一句熟悉教诲的这些人修禅定呢，依教修行中干的这些人啊，此地禅定不一定是指修禅啊，禅定就是指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啊，它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啊。佛法的修持一般讲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跟我们讲无量法门啊，无量也好，八万四千也好，那只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。修的是什么呢？通通修的是戒定慧，而戒定慧三学当中啊，定是枢纽啊，戒是手段啊，目的是得定啊，得定了自然就开智慧了啊。所以说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手段都是修禅定，所以这个禅定是广义的啊，不是狭义的。我们念佛也是修禅定啊，念佛是禅定，佛在大集经上讲的很明白啊，念佛是无上深妙禅啊，这是佛说的啊。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
啊，所以这一句就是真正依教修行的人啊，那他们对你是敬而远之啊。啊，常行生死业，学历谢脱因，虚受于性师，是名正无垢。啊，常行，你经常所干的是什么？生死业，是六道轮回的事业。啊，什么是生死轮回事业呢？贪嗔痴慢疑恶尽，这是文士里面讲的六个根本烦恼。只要与这六个根本烦恼相应的一切事业，都是轮回生死业。啊，你干这个事业呢，当然解脱的因呢，你忘掉了。啊，虚力解脱因，解脱因是界定慧。啊，虚受于性施，你接受的这些供养啊，将来要还债呀。啊，你不是真正的福田啊。恶受诸财宝，不舍不得生忧恼，住于下利行，啊，是名正无垢。啊，贪爱世间的财宝，啊，得到的时候你就欢喜呀，骄傲啊；得不到的时候就生心忧恼啊。啊，这种心理、思想、行为，都是下劣行，这个下劣行就是生死业，啊，就是三途六道之行啊。啊，世人多爱染啊，往来隐于家了，如鸟入樊笼，啊，这个一首是比喻，啊，第一句这个人多爱染，贪染，贪爱。贪爱污染了心性，啊，这个意思是内有烦恼，啊，贪嗔痴慢，内烦恼很重啊。往来淫女家这一句是说外面有诱惑，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你怎么不堕落呢？就好像鸟啊，被人关到笼里面去了，啊，如鸟入樊笼啊，是比喻。你一度落道啊，这就被牵到入三恶道去了。常有贪家业，横怀热闹心，处因人不信啊。他经常忧虑的是他的家业啊，事法出事法都讲家业。尤其是现在的道场，古时候道场有不少叫十方道场，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啊，只要是出家人啊，规规矩矩的出家人都可以挂单，都可以在一块共修啊。现在这些道场出家人都有所有权状啊，都变成家业了啊，哪一个是出家了？没有手上没有所有权状的人出了家没家，有一张所有权状的人都入了家了，这不能不觉悟啊！所以你不对经，不晓得问题的严重啊！啊，不知道将来祸害的惨烈啊！佛在经上不欺骗我们了。啊，我已经70岁了，快要走了，所以我给你们讲的是真话了。我时时刻刻都准备走啊，啊，所以我不是这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，我看这个世界，比较看得清楚，局外人呐，这个世间的对我没有利害了。
是所谓呀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啊，学佛要能够超出、超越这个世界，这个世间跟我不相干，没事了。啊，你的看法就不一样，就清楚了。啊，所以这时常常心里面有忧恼啊，说话人家不能相信啊，不受尊者教，委举而轻贱，毁犯清净戒，是命中恶果。啊，善知识，佛菩萨的教诲不能接受，不能依教奉行啊，委举是犯规矩。啊，毁犯是指犯戒。啊，事出世间的法，总是想办法投机取巧。啊，回避而不能守法。啊，这都是错误。啊，都是众怖引起的过失。其心多异想，轻淫于事业，不能修智断，是命中无果。他这个心里面妄念很多啊，都是想他所经营事业的利害得失，常常想这些啊，因此他不能修智断啊，智是智慧，能破无明；断是修定，能断烦恼。这就是说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他的功夫不得了啊，他不能成就啊。贪心恒之甚，恒是恒长啊，这个贪心是天天增长啊。要著于诸位啊，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享受的，他贪着这些味道。啊，曾无知足心，永无厌足。啊，那么你才晓得，这种人他的日子过得也很辛苦啊。啊，劳劳碌碌，到寿命终了，一样也带不去。啊，真是所谓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生欢喜，无力便忧恼，贪恋无人心，人是仁慈啊，就慈悲心难有慈悲心啊，恼害无慈悯啊，他对一切众生，他只是贪利，夺取一切人的利益，自己来享受，哪里有慈悲？哪里有怜悯众生？是增长诸恶业，爱慢相缠连。这个爱是贪爱，就是烦恼，啊，贪嗔痴慢缠绕住他了。远离于师长，亲近恶知识，平持持戒人，是命中无果。啊，善知识，好的老师。他远离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志趣不相投啊！啊，恶知识他很喜欢接近，恶知识教你贪嗔痴的啊，教你怎样获得名闻利养，教你怎样啊去贪嗔痴啊，这个正跟他志同道合啊。持戒的人跟他所修所学的不相应。当然排斥，啊，昼夜无余想啊，唯念求一时，不落诸功德，是名中无过。啊，这首意思好懂。常问世间知，不要出世言。但爱于邪说。啊，这就是平常的言论，言论都是实话。啊，都是世间话。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干的，啊，他
喜欢这些邪术啊，自食之动物轻慢诸比丘，又如狂醉人，是名中无过啊，自己仗着啊，他有这个啊，自己的一些技能呢，啊，办事的能力啊，我们今天讲办事的能力很强啊，在一些事业上啊，他地区有出人头地的成就。啊，仗着这个生起骄慢之心，啊，轻视这些修行人，啊，底下是比喻啊，犹如狂醉人，常思求他短，不见不自见其过，这个不自见不见自己过，啊，专门找别人的过失，轻毁有德人，啊，是名中无过。如是愚痴者，无有善方便；轻慢说法者，是名中无过。这个轻视修行的人，轻视说法的人，佛在本经一开端就说出：啊，说出一个愚痴的菩萨的轻慢毁谤啊，两个说法的比丘啊，结果他的罪业是堕阿鼻地狱、等活地狱，到烧热地狱，人间的时间算是1800万年呢。所以造作罪业太容易了，几天几个小时的毁谤啊，将来地狱里头啊，要受这么长的罪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在经上讲的这1800万年是我们人间的时间，但是他在地狱里面受罪所感受的那个时间是无量劫，啊，我们谚语里头常讲度日如年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时间。好像不很长，1800万年，他在那个里面感受的是无量劫啊，所以这个罪业不能造啊，啊，不要看到这个经，哎呦，佛大概是吓唬我们的，希望我们不要罪业，哪有这种情形啊？那你就错了啊，将来你的堕落，那真叫自作自受。佛真的慈悲呀，都把这个事实真相给你说出来了。说出来你还不相信，你还要造作，那你怪谁呢？啊，阿鼻地狱佛也不能救啊！啊，如是下列业具足助这个助过失，何有智慧人爱要而修行？前面两句是总结以上所说的，啊，以上所讲的种种，总而言之，都是下列业，都是无量无边的过失。哪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喜欢这个事情？啊，是干这种事情？啊，亲近殊胜业，具足诸功德。是故有智人爱要常修习，啊，亲近殊胜，如果你不细心去体会，你得不到。啊，果然能够啊如法修行，啊，他可以得到。啊，前两天，香港有一位同修。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啊，他是我们听众之一，啊，
前天到这边来看馆长，哎，我们一看他不错，啊，他的相貌变了，啊，变好了，啊，修行真的有点成绩，成绩上，成绩在样子上，啊，你的体质，你健康，啊，你的相貌转变，容光焕发，这是你修行外表啊，人一看就晓得了。啊，这个人很难得了。我那时候讲经，真的修行人要修清净心，真要修清净心，最好什么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广播都离远离。他真听，他是好像十一二年了，没有看过报纸，没有看过电视。啊，他很快乐。他说我什么都不晓得，每一天天下太平，欢欢喜喜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特别是香港发生什么事情，问他，他都不知道。啊，他只晓得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每一天生活得很快乐。啊，每一天天下太平。啊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他从这个地方得清净心的。啊，所以这些报纸、杂志、电视害死人啊！你每天看这些东西，你的心怎么能静得下来？你怎么能够不胡思乱想？啊，所以你要真的想求清净殊胜，这个殊胜是念佛往生不退成佛。你要是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。啊，你要依教奉行啊。古时候，这个寺院、庵堂、道场都建在深山里面，啊，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是避免这一些妨碍。啊，现在不行啊！现在纵然在高山上的时候，那个电视机还是可以放上去啊，这麻烦了。人越来越辛苦，越来越可怜。啊，这个小孩一两岁，现在小孩童年的幸福啊没有了。啊，他天天看电视，一出生就看电视。啊，所以往往几个月的小孩，啊，七八个月的小孩，他就会察言观色，他就会讨好大人。童心没有了，天真没有了，这真可惜啊！啊，所以人怎么可以再来呀？不能再来了，太苦了。啊，在从前农业社会，这个童年天真的时候，大概总能保持到，有的能保持到十五六岁。十二三岁是很正常的，啊，十二三岁人所以人情世故不懂啊，真是一片痴诚，一片天真的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里头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了。啊，从前念书快乐啊，读书乐啊，现在的念书好苦，好辛苦啊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学生背个大书包上学校。不能做人的，这个做人是，哎呀，要上学念书太辛苦了，这绝对不能再来。啊，再到这个世间来，一定要成佛成菩萨，成愿再来可以，啊，业力再来不得了，啊，人生太苦了。啊，是，是故有智人啊，爱要常修习，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。他决定是选择念佛往生不退成佛，啊，决定选择修清净心的，啊，这个里头重要的要领呢，就是看破放下，啊，真正看破了，
真正放下，你就得大自在啊，你才有真正的幸福啊。所以不放下是愚痴啊。若要下烈业，智者当何则？如人学多才，贪求于少分，是故明智人当学下烈业，应求圣上法，诸佛常称叹啊。这个两首偈，前半首容易懂，后半首是比喻啊，比喻的就是得不偿失了啊，用尽了心机经营世间的事业啊，现在就拿佛法也当世间事业来经营啊，这是现在很普遍的现象啊，把佛法当作世间事业来经营，这个是得不偿失啊，因为你得到的一点点呢，你损失的那是数之不尽的，损失你将来所背负的果报，怎么得了啊？所以明白人、智慧人决定把这个放下了啊，当学下力，学就是放下啊，决定不干这个事情。德章大师跟马祖啊，这是中国丛林的创始人啊，马祖建丛林的德章立清规啊，清规里重要的第一条啊，就是丛林以无事为兴盛啊，人家这句话是与道相应啊。出家修行是什么？清净心啊，啊，身心清净，环境清净啊，这个叫最为兴盛啊，也是你这个道场将来有多少人开悟，多少人往生，多少人正果，这是信圣，不在乎信徒多香火盛啊，信徒再多香火再盛，一个往生都这么有啊，个个都往三途去了，你算什么信圣啊？这个诸位啊要知道啊，所以道场呢重质不重量啊，要紧的是真正有成就的人啊，现在这个道场能有一两个成就，那个道场真的就有真实的功德啊，就是这个信徒啊真正的福田啊，如果道场是将来一个往生都没有，那就不得了啊，那个果报啊就如佛在此经所说。再看下面经文，二是弥勒菩萨二拜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彼诸菩萨舍利殊胜精进之业，而乃发起下列之事，当知世人甚为少智，聚会为浅啊。这是弥勒菩萨听佛这一番开示之后啊，他老人家的感想啊，他说这些这愚痴菩萨了，粗野的愚痴菩萨把最殊胜的诸佛如来所传的第一法门呐、当面错过，而不肯修学，去搞这些世间下列之事啊，这个人呢，这真的是没有智慧啊，真的是聚会危险啊，他不就不曾觉悟，没有智慧啊。
佛告，哦，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啊，底下这一段呢是说明，不修住行，不断烦恼，不惜禅诵，不求多闻。佛说这不是出家人，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念。佛告弥勒菩萨言：弥勒，我今十言告汝。这个地方关键的十言两个字，啊，佛讲真实话了。若有菩萨，这都是讲初业菩萨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初发心的，啊，第一个是不修住行，啊，行是行为，我们的言语是口业的行为，身体的动作是身业行为，心里面的念头是意业行为，身口意三业行为有过失，要根据佛在经上讲的教训把它修正过来，啊，经典上说的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，啊，要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，啊，不修住行，不断烦恼，真正修行人一定要断烦恼，烦恼要一年比一年少，一月比一月少，啊，如果诸位烦恼真的能做到一月比一月少啊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，啊，心里很清楚，很心里生智慧，啊，与佛决定有感应道交，啊，第三不惜禅诵，啊，禅诵是讲修行的，啊，无教修行，就禅诵两个字包括了，不求多闻，啊，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只要把前面三条做到就行了，那第四条怎么做呢？第四条重复多闻，啊，我们今天是一门深入啊，啊，这个一部无量寿经，我每天读几遍，天天不间断，年年不间断，这是多闻，啊，这个多闻不是光学多闻，啊，光学多闻是谁的事情呢？法身大师的事情。啊，等你破一片无明证得法身了，那个时候是光学多闻，啊，初业菩萨这个多闻呢是重复多闻，啊，这个意思决定不能搞错，啊，如果这四样呢都是不干的话呢，我说是人非出家者，啊，这个佛说这个人呢不是真的出家人，那出家身出家心没有出家，啊，不算出家人的，在家菩萨要能够做到这四句，佛要承认你是真的出家人，你身没有出家，心出家了，啊，要紧的是心出家了，啊，不在乎身出家，你呢若有勤修知断行者，知畜生者，知成就者，不作事业引众物者，佛说世人住如来教。从这一段呢看起，佛在这一部经上，一开端为我们说出末法时期四众弟子，啊，不仅是在家了，也包括出家，给我们说了十二种毛病，
而这十二种呢，就是本经里面呢所说的内容。这些毛病的病根都发生在业障深重。什么叫做业障？这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。每一位同修都希望着消业障，也不断地寻求种种方式来消业障。结果业障啊，有没有消除呢？自己并不晓得。而严格地讲啊，什么叫业障啊，恐怕都没搞清楚。啊，那个业障啊，有没有消除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业就是造作，造作的范围非常广泛，言语是造作，身体一举一动啊也是造作，心里面所有的念头啊还是造作。所以佛讲啊，身与意这三桩啊，就把所有一切的造作啊通通都包括了啊，这叫三业。一切造作大别可以分为善业、恶业与净业。善恶业都是障啊，障什么呢？障我们明心见性，障碍我们了生死出三界，所以叫做障啊。那么我们仔细去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是不是天天在做业障？无始劫以来，业障就很重很重了。在这一生当中，可以说一直活到今天呢，依旧是天天在造业。学佛了，佛教给我们离开一切善恶业，修净业。我们真的修了净业吗？千万不要以为自以为是修了净业了啊！我每天念几部无量寿经，念几遍弥陀经，念几声佛号，我这就修净业了。净业是心清净啊，你心不清净，念佛也是在造业，读经还是在造业啊！古人讲的“寒破喉咙也枉然”啊。那么你造的是吃善业还是恶业，非常难讲啊！仔细展开经卷，比照比照，自己就知道了。这是根本的原因呢，业障深重。那么消除业障从哪里消起？不少人呐，没找出门道啊。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第一呢，不求他故。
第二啊，不举人罪，从这里消起。真正学佛，从这地方学起。第一句的意思，不要找别人的过失。不要看别人过失。第二句，不要说别人的过失。我们想想对不对？非常正确。这业障消不掉啊，是口业，天天心里面专看别人毛病，口里头天天说人是非，你还修的什么心？所以念佛读经都不是经业。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这三大纲领，把口业摆在第一了。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，跟这个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！我们真的想修行，真的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，去做佛去了。那么你要从哪个地方做起？要记住，佛在这个经上的教训，句句都非常重要啊。世尊把这两句摆在最前端，说明这个最重要了。还是看别人毛病，还是说别人是非，那就是世尊讲的，你的罪业太重了，业障太重了，改不过来，老毛病啊，时时犯啊，这还得了吗？那么全经里面我们看到重物过失，佛说的多，昨天一天讲这段事情，今天这个一段经文还是讲这段事情，才知道这个事情要紧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请看经文，佛教主弥勒菩萨，若有勤修智断行者，智出生者，智成就者，这个三句是说修行的成绩，三种成就。第一种止断，断是断烦恼啊，这是功夫浅的，总算他有成就了。诸位要晓得，智从哪里来的？智是从清净心来的。你心不清净，哪里有智慧？心不清净说有智慧，这个经上讲的是智变聪，不是真智慧啊。因为你的智慧辩才啊，是从烦恼里面生的，这个烦恼就是从你的分别执着里的生的。真正智慧啊，是利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生起来那是真智慧，真智慧能断烦恼啊，是智断行者啊。在宗门里面，这样的功夫叫观照，观照的功夫得力了。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，这个功夫叫功夫成片，我们念佛的功夫粗得力，但是在其他法门功夫达到这个阶段不能算成就啊。为什么出不了三界？他的功夫这个地方断，不是真的断，是浮断，它不是灭断，
福断烦恼功夫浅啊。譬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六道里面的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就是这个阶段啊，他能把烦恼扶住啊，但是出不了三界。如果是念佛法门呢，有这样的功夫就决定得生啊。这个经中叫易行道啊，又容易就在此地啊。其他的法门这种功夫不能出三界，念佛法门有这个功夫啊，就可以往生了。所以待业往生呢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就决定得生。功夫更正一层，就是智出生者，这个智是般若智慧呀，出生了啊，智慧透出来了啊，啊，这就是照住，前面是关照，这照住啊，经宗里面称为四一心不乱，这是三昧现前啊。念佛法门里头称之为念佛三昧呀，至成就者，这是照经啊，这是高段的功夫了啊，也是理一心不乱啊。至出生，见思烦恼断了啊，那不是福啊，是断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到一般经上所讲，他的地位呀，就是阿罗汉。至成就呢，地位呀是圆教初住菩萨、别教初地菩萨。这是修学三种成就啊，前身不同啊，总算是有了功夫了。这种修行人必然是不做事业引众无成啊，他们不会做，即使是去做，那是实现的，是利益众生的，不是自己喜欢去做啊，凡夫是喜欢干这些事情啊，啊，经营这些世间的事业啊。所谓世间事业，就这种事业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都叫做世间事业啊。我说世人诸如来教，这个住如来教，心安住在如来教诲之中，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儒教修行啊。佛怎么样教啊，我们就怎么做啊，儒教修行的菩萨了。这是诸佛所护念的，诸佛所赞叹的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若有菩萨要做事业因于众物啊，我们先说这两句啊，要是爱好喜欢做世间的事业，经营许许多多的事物啊，这个众是众多，物是事物啊，他喜欢做这些啊，而这些都是如来所禁止的啊，为所不应呐、啊。这佛说，这是不应该做的。啊，为什么不应该？
前面常常讲了20种过失，佛接着又说了20种寄诵，重诵这些事情，不应当做啊！他还是喜欢去做。我说世人住于生死啊！住于生死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他出不了三界。是故菩萨不应清净，这个菩萨是讲初业菩萨、初发心的菩萨，不能不应该去清净他，不应该去效法他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跟他学啊。下面一段，佛就说得更明白、更清楚了。我们再要听不懂啊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你呢，若有菩萨多淫众物，这个都是初业菩萨，喜欢经营许许多多世俗的事物。哪些是世俗的事物呢？佛在这里举一个例子，你们仔细想想他这个例子。造七宝塔，你说造七宝塔，这个是佛寺还是世间寺？